仔，你知道妈咪唔舒服来陪我啊？勇仔，你对妈咪真的好好嘅。勇仔，你真好。我得了登革热，恩姐就会一直爬上来陪我。我感觉她一直想守护在我的身边。恩姐，你好担心妈咪，对不对？别担心哦，妈咪会快点好起来的。此刻我完全下不了床走路，反复发烧，全身发汗盗汗，起鸡皮疙瘩，反复高烧到39度。杨姐姐寸步不离地靠着我，我和老公都得了登革热了，苦命鸳鸯啊，让我们一起熬过去吧。每晚睡觉都是最煎熬的，我真的好想躺平休息。我只能卷曲在角落，尽量不吵醒恩姐。那个，我还在发烧，可以留点位置给我吗？